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902页，902页，从第一行看起。正法名为道，得道而不舍，谓之得。这是给我们说明勤行求道德这一句经文啊，什么是道，什么是德。在大乘啊，大乘佛法呢，就是道，把大乘落实的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全把这个道啊用上了，叫活学活用，这就是德啊，道德的德。跟这个得失的得了意思相通，我们真正得到的的受用。那么在中国传统，五伦是道啊，道完全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啊，自自然然，就是自然的规律，这是道。遵循自然的规律，这叫做德。啊，五伦，我们诸位想想。啊，父子有亲，这是天然的，不是哪个人教的，连动物都有。啊，你看老虎生了小老虎，老虎对他的小老虎的照顾，那里头有爱，有亲情啊，这个是道德的根源，从哪来？从这来的。啊，所以老祖宗有智慧，很聪明。觉得这个好啊，怎样能把这个自然的好东西永远保持而不改变啊，父子这种情爱一生都不会改变，这就要靠教育啊，中国人教育的这个理念就从这里发生的啊，所以中国传统教育以这个为第一个目标啊，如何保持父子情爱一生都不改变啊，第二个目标是把这种情爱发扬光大啊，从爱父母延伸到爱兄弟，爱祖父母，爱你的家族啊，由家族在扩大，爱社会，爱民族，爱国家，最后推展到凡是人皆须爱啊，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它是爱的教育啊，非常可惜，最近的200年才疏忽了
啊，苏胡应该是慈禧太后带的祸。啊，我们细心去思维，慈禧可能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啊，自己掌握政权之后，刚愎自用。啊，不听别人劝告。啊，自己尊自己为老佛爷。啊，这个头戴得不好。清朝从开国到咸丰，就是慈禧的丈夫，世世代代都是三教的弟子。啊，儒释道三教没有不尊重的。啊，是孔门的弟子，是老庄的弟子，是佛菩萨的弟子。啊，只有到慈禧变了。啊，他做老佛爷了，把儒释道三家摆在下面。啊，中国民间总是看皇上上行下效。啊，上面不尊重，下面的人过去那一种真诚恭敬心慢慢就降温了。到满清亡国100年，啊，虽然没有灭掉，但是已经降到很低的温了，低温了。民国初年还有人讲，没有人做了。啊，那么到最近这个60年，中国人讲一家子，不但做的人没有了，讲的人也没有了。啊，变得现在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感到非常陌生。啊，200年的事情不算很长，但是也不太短，造成今天这种状况。啊，社会的混乱，地球灾变异常。啊，现在问题不是局部问题，整个地球的问题。啊，大家都在想如何能够恢复像从前一样的安稳和谐。陆地里人很多，啊，联合国在40年前70年年代开始召开世界和平会议，每年都有好多次。啊，召集全世界学者专家来研究探讨如何改进。啊，可是没有效果。冲突发生的频率年年上升。啊，伤害的严重是年年增长。让许许多多与会的专家学者几乎对这桩事情丧失信心了。啊，我们有这么一个缘分，这个缘分也是意想不到的。啊，代表澳洲大学，啊，代表澳洲的国家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我前后大概开了有10几次。啊，才真正
知道这个问题严重。啊，不接触不知道。甚至于许多国家领导人。啊，见面的时候都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啊，可见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啊，为什么会造成今天的现象？就是我们把道德丢掉了。我们只要科技，不要道德。啊，这种理念要是形成了，继续下去了，科学会埋葬了地球。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大概在5-6万年之前，地球上有高度文明，亚特兰蒂斯。啊，也是专门在科技上发展。那个时候科技比我们现在还进步。啊，他们的能源是从太空当中取得来的，没有燃物。啊，飞机车辆开起来没有声音。啊，道德伦理败坏，使这个国家沉没在海底。啊，就是今天的大西洋。啊，探险家到海底去观察，确实看到有这些遗迹，啊，过去人建造的这些城市遗迹能看到。啊，那么今天地球又步亚特兰提斯的后尘，差不多快接近了。啊，这个接近就是大灾难。啊，可是今天的科学家非常了不起，发现了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地球灾难可以拯救。啊，用什么方法拯救呢？用意念。啊，美国的量子力学家布莱登告诉我们，啊，前年在悉尼。世界上这些尖端的科学家在那里举行2天会议。啊，第一天报告量子力学最近研究的成果，我们看了很安慰。第二天专门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的问题。布莱登做总结。啊，他说这个灾难并不可怕，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够醒悟过来，大家都能够弃恶向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个总结是正确的。大乘佛经里头也是这样说法。大乘佛经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3000年后的科学家所说的跟释迦讲的一样。啊，这个原理呢，原理就是念头，这也是最近30年最新的发现。佛经上说色有心生。啊，佛经上讲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是今天讲的物质现象。啊，你眼睛能看得见的，耳朵能听的，这物质现象。
啊，眼耳鼻舌身能够接触的念头，我们的心能想象的，这是心理现象。400年来的科学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份，一个是物理学，一个是心理学，分成两份。啊，今天量子力学家说了，这个两份是错误的。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麻烦，甚至带来灾难。啊，实际怎么回事呢？实际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不能分割，它是一体。啊，而且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这是德国科学家布兰克一生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事情被他揭穿了。他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就是分析。啊，将物质分析，分析到最后，看到物质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分析到最后，物质现象不见了。啊，佛在经上有这个说法。佛经上称最小的物质叫极微之微，啊，也叫做极微色，啊，不能再小了，但这个东西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把这个东西找到了，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啊，这个东西多大呢？我们肉眼是决定看不见的，啊，100亿个微中子，100亿聚集在一块，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里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这么小，我们怎么会知道啊？啊，佛经上说。微尘很小，肉眼看不见，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微尘，这个微尘呢，应当是现在所讲的原子啊，极微之微啊，阿罗汉看不见，到什么人才能看见？8D以上，比阿罗汉高太多了啊。大乘教里头把菩萨的等级分成52个阶级，啊，8D是最上面5个阶级，啊，52个顶尖最上面，啊，8D、9D、10D 等觉妙觉，啊，这5个位置能够看到极微之微，啊，凭什么看见？它是凭定力，啊，所以。佛法不用科学仪器，啊，它是在定功里面，啊，直接看到的，叫限量境界，它不是理想，不是，它真看到了，那么深的定功，今天科学家用的是仪器，用的是数学，从数学上知道有此可能，再用精密仪器去观察。啊，用精密的仪器把这个极小的东西肉眼看不见，要用显微镜来观察，把它打破、击破，看的是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最近这个80年很大的进步，原子是80年前发现的，当时认为这个是最小的物质。啊，到以后不断的去研究，它不是最小的，还是可以分。分开分割，啊，分割成粒子，基本粒子有几十种，
基本粒子还可以分析，分作夸克，也有几十种。啊，越分析越小。啊，最后看到微中子，微中子还是把它打破了，打破了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呢？是意念，就是我们念头，念头波动的现象。这里面产生物质现象，所以物质怎么来的搞清楚了，从念头来的。啊，这个话呢，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说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就是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从心想生。啊，所以今天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啊，心能够控制物质现象，能够改变物质，念头可以改变物质，啊，这是科学上很大的发现。啊，那么现在他们称为前卫科学，就是说这个这桩事情还没有被所有科学家承认，啊，只是一部分承认，还得找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啊，最近这个一二十年，他们收集的证据收集了很多。啊，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治疗，用意念治病，啊，不需要用医药，完全用意念让你的疾病恢复正常。啊，有真有，啊，他们跟医院联系，得重病的人，医生宣布没有法子治了，啊，告诉他存活的期间只有一两个月，等于说宣判死刑。啊，那病人在这种状态之下，啊，特别找有宗教信仰的，要找这些人，啊，因为他有念头，有宗教信仰的已经宣判死刑了，所以他也不想病，他也不想身体，他就想神来救他，啊，把他带到天堂，每一天在做祈祷，啊，念头改变了，啊，不再想身体，不再想病了，专想神，专想上帝，啊，念佛的人专想阿弥陀佛。一两个月之后，好像状况有好转，再去检查，癌细胞没有了，真没有了。啊，医院说这是奇迹，其实不是奇迹，念头把它治好了。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的念头可以把地球灾难转变成化解掉，真能做得到。啊，这一桩事情往古到今天，你看历代的祖师大德都说叫境随心转，外面环境是跟着心转的。风水家也说风水也是人从人心转的。啊，这个地方风水宝地，如果这个人住在这个地方心不好，行为不好，他住上三年，这风水就好风水变成坏风水了，变了嘛。这个地方风水不好，但是这居住的人好，啊，人都是善心善行，住上三年，这个地方变成风水宝地。所以这些风水家，他们认为
这出家人都了不起，所建寺庙的地方全是风水宝地。其实他说错了，出家人几个懂得风水？几乎没有啊。二是出家人心好，行为好，没有恶念，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天天念佛拜佛诵经啊，都是善行善行。他住在那上住上三年呢，这条风水就变成宝地了，是这么个道理啊。这就是说，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转的啊，念头有这么大的能量。这是最近三十年被这些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道德不能不重要啊，中国这一块土地在全世界啊，从全世界整个地球上来说，中国是地球上的风水宝地啊。为什么？列祖列宗都是以仁义道德教化这方的人民，以仁义道德来统治这个国家，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啊，不但我们明白了，你看外国人研究文化的，研究这个历史地理的，都承认。啊，所以汤恩比沃斯说，这是近代了不起的一个学者。啊，英国的历史哲学家啊，他在70年代曾经说过，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也在中国这话是真的吗？我问过很多人，没有一个人否定，但是也没有人承认。那我访问了的，参观牛津大学、剑桥跟伦敦这三个学校的汉学院啊，跟他们的老师举行座谈，跟他们的学生在一起交流啊，我把这个话提出来问他们，我说问别人，别人是外行，你们是专门研究儒释道的啊，我听听你们的意见。也是怀疑啊，啊，不承认也不否认，啊，我说你们的态度很暧昧，很聪明，啊，最后我告诉他，汤恩比的话说的没错，二是我们解读错误。我这一说，他们就精神振奋起来了。啊，怎么解读错误了？我是讲到孔孟，你们脑子里是不是立刻想到45经13经？没错。啊，讲到大乘，你们是不是马上就想到华严、法华、般若这大乘经论？是的。我说那些东西是孔孟大臣的花果啊，那个很美呀、啊。对今天拯救这个危机岂能管用啊？你们不敢说。我说你们知道花果从哪来的？
没人想到，花果从枝条上生的，枝从哪来的？枝从干生的，干从哪来的？干从本生的，本从哪来？本从根生的。我说你要想这样下去找，你就找到了。如是道的根是什么？从来没想到过。拿到如是道的根，经典去写博士论文。啊，如是道的根不知道。啊，我告诉他，我们最近十几年很认真在做。如的根弟子规，没人想到。道的根感应篇都是很小。啊，感应篇不过1500个字。弟子规1080个字。啊，佛的根是善业道经。10000多字。没人想到啊，根啊。枝叶花果都从这根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个根，如是这3个根，作为普及教育，让全球所有的人都学。这个世界会不会改变？会。啊，这是普世教育。如跟佛的那个经风啊，那是极少数人学的，那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就像现在科学家、哲学家，那顶尖的，他们学的。那我们一般人民的时候，只要能把做人这个道德搞清楚了，做到了，天下就太平了，就太平盛世就出现了，不需要用那么高深的东西。那个高深的东西，那是国家各界领导人他们要学，啊，人民不需要学。啊，我跟他们交流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给他一个新的概念，啊，给他一个新的思维方向，学以致用，学的东西不能用，那就错了。啊，中国千万年来学术思想中心，实际上把它归纳起来。只有12个字，世世代代都遵守。这12个字是道，落实在生活叫德。啊，这12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把古人讲的四科都包括了。啊，四科第一个是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大道，伦常大道啊！啊，大道落实，这是五常，常是属于德，仁义礼智信5个字。啊，那都要靠教育啊！是为管仲提出来的“礼义廉耻”，治国的大根大本。啊，教人民的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千经万历不离这个主轴啊！啊，一部《四库全书》内容是什么？就这东西。要把它学透，要讲透，要真正做到。啊，这个世界
才能回归到稳定、和谐、繁荣、兴旺。啊，如果不从这方面求，那么科技不断在发展，到最后这是世界毁灭。毁灭是人为的，最可能的毁灭就是核武战争。啊，今天一颗核武器能毁灭一个城市，全世界的核武有多少？这是个秘密，但是据估计，啊，至少有50000枚这个核武，那换句话说，就能毁灭50000个城市。世界上城市全没有了。啊，核武战争没有胜负，都是同归于尽。啊，这个战争非常残酷。啊，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教我们要勤求道德。啊，道德讲的最完备的，讲的最有体系的，讲的最清楚的，而且通过实验的，这是在中国。啊，200年之前有讲，有学，有真干。啊，中国这个社会能维系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中国人的家。现在家没有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大家庭，兄弟不分家的。啊，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家是一种社会生活行为，它是有组织的，他没有私心。啊，所以从小孩出生就教他大公无私，念念要为家着想，为家效忠，啊，为家去努力，不是为自己。啊，每个人所赚的钱一定要交给家里，家有管家的，啊，统筹管理。啊，所以家是共产，它不是一国的共产，它是一家的共产。每个人赚的钱都交给公，叫归公归家。那在过去家呢，主要的时候拿到这些钱就置产业，恒产，恒产就是土地，啊，可以种植，啊，山林可以种树，这就是他们家的这生产，啊，家庭经济就有固定收入，啊，家负责教育，啊，在古老的中国。教育是家负责任，养老是家负责任。啊，家庭虽然规矩多，受很多约束，不太自由。但是你要了解之后，你就晓得中国家比现在小家庭好。啊，第一个，教育没问题，是由家族负责教养。啊，父母没有能力教儿女没关系，家教。啊，老人到退休的时候落叶归根，根就是老家，回到老家养老，那是晚年最快乐最幸福，
人生当中这个一段最幸福最快乐是养老，天伦之乐啊！你一个大家庭，通常普通300人左右啊，小孩总有50-60个，老人带着小孩啊，跟小朋友住这个生活在一起啊，小朋友读书，下课的时候跟老人在一起玩，老人给他讲故事啊，讲他一生的经历，都给小孩灌输知识，所以老人不感觉到孤单啊。啊，这个养老是自己家的亲人啊，不像老人院如果不相关不照顾啊，这照顾的无微不至啊，这血缘关系啊。啊，这种生活的时候，全世界人只有中国人享受啊，外国人不懂啊。啊，所以中国古老的制度，你要是真正了解，你就非常喜欢。那现在走遍全世界找不到。啊，二战之后，啊，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家没有了，战前有。啊，我小的时候住在农村，啊，我姑母就我爸爸的姐姐，啊，嫁到这个皖族，他们是大家庭，弟兄10个没分家，住在一起。啊，那个时候家已经衰了，还有1-2代人啊，还能看到大家庭的样子。可是抗战之后啊，我们再回到老家没有了，人散掉了，房子通通都没有。啊，让我们想起了非常怀念。啊，小时候的家学在祠堂。啊，祠堂只有春秋祭祀，其余的时间都没用处。所以私塾放在学堂。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也是养老老人休闲的场所。啊，他真有乐趣啊。老人在那喝茶聊天。啊，逗着小朋友玩。啊，那不是外面的茶馆，但是不亚于外的茶馆。讲究茶艺。啊，所以退休之后他真落啊，这中国人跟外国的思想不相同，外国人是小孩的天堂，小孩尽量让他快乐啊，想要的东西尽量给他啊，中年的战场竞争啊，晚年的坟墓，老了退休了，进到老人院就等于进入坟墓。啊，老人院在过去没过富强，啊，给老人的待遇都非常好，啊，物质上照顾，精神没有啊。我们到老人院参观。看到老人痴痴呆呆，明面上没有表情，没有人跟他说话，他需要困难的时候，他房间里有个电铃，
他阴暗照顾人的，对，来，他需要什么帮助？没有亲人呐、啊！啊，看到我们中国人、日本人，哎，还有三代同堂的，他们非常羡慕。他不是不知道啊，社会制度不一样啊！啊，中国这种亲情、这种亲爱，永远保持，一生不变不衰。这靠教育。啊，讲到教育，中国人讲的最清楚，是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成就，在外国找不到啊。啊，我们今天怎样把这个东西再找回来？啊，是得道而不失。啊，这十二个字，老师教我们，我们得到了。我们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这个标准，那就叫有德。啊，把孝悌忠信做到，把礼义廉耻做到，把仁爱和平做到。那么下面这一句啊，这是讲到敬宗啊，勤行求道德了，一切意念单体，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啊，这是讲到大乘净土宗。净土宗教人念佛，终极的目标呢，是叫你啊求生净土，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极乐，你就想到这个世界没有苦，啊，真的是极乐。头一个极乐的人是长寿，真的是长寿，那不是假的，啊，无量寿啊。到极乐世界，现在我们明了，我们的身体转变了，啊，不是这个血肉身躯，啊，血肉身躯是六道里头的，是十法界里面的，啊，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的人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这才真正知道啊，阿弥陀佛的恩德了，不是自己能够的，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他把我们的身体换了，换成法性身。啊，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不是这些泥沙。清净光明，一尘不染。啊，这部经，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下面真念老的话，世间呢无有真长生法，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世间讲真正长生呢是不可能。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有情众生，我们叫它做动物，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总而言之都叫无常，它不能长久，它不会永远不变，都在那里产生变化。为什么产生变化？因为人的心在变化，环境是跟心转的。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现象发生的。所以提出弦定律。说的也非常有道理，玄是比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波动现象从哪里来的？这是个谜，到现在没发现。佛经上有。它从哪里出来的？从本性，从真心。但是真心是不动的，它能生万法。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就是见到真心，跟我们说出它的样子，他只说了20个字。说的不错。五祖他的老师给他印证。衣钵就传给他了。第一个现象是清净，决定没有污染，真心没有污染。第二个，真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第三个，真心本自具足，他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什么都不缺。真心本无动摇，就是他不是波动现象，他没有动。波动现象是妄心，不是真心。最后一个，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它变现的。它怎么变现的？有波动现象，它就变现，它就现一现象。如果没有波动的时候，这一切相都不见了。所以佛经上讲隐现，不波动时它隐藏隐住，不是没有波动现象一产生它现出来了。佛经上讲隐现，隐现不二。隐现是一不是二，所以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大乘佛法没有别的，就是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可以享受事实真相，随着我们念头改变事实真相，这个大自在呀！这是一门大学问呢。很不容易遇到，遇到讲不清楚，讲不明白，我们的兴趣就生不起来。
啊，我在年轻时候对佛法一无所知，啊，曾经看到和尚念经，看过和尚透过化缘，看过，没有听说讲经的，啊，经念什么意思不懂，啊，不懂那不叫白念了。哎，我还遇到有几个宗教也如是，啊，都会念经，什么意思不懂。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是教学，佛法教人打破砂锅问到底呀。他准许你发问的，鼓励你发问的，我遇到一些人问我，啊，佛是什么？佛是古印度语，啊，翻成中国字，中国没这个字，但是中国有佛，古时候有这个佛，佛是这个音有这个佛字，啊，佛是个否定词。啊，那么印度这个是个人，所以就加个人字边。这个字是翻译佛经所造的。中国原来没这个字，啊，原来有这个佛否定词。啊，取这个音，但是它的音呢是佛陀也。那我们中国人习惯简单，尾音去掉了，单留着一个音，佛。啊，什么意思？意思含的很多，含多义，所以在中国找不到这一个字意思能跟它相同的。啊，这就用音译再加以解释。啊，它有智慧的意思，觉悟的意思，福报的意思。啊，兑现在人介绍。现在人最喜欢听的，有智慧，有福报。啊，那么佛是什么意思呢？智慧圆满，福报圆满。佛有这个意思。啊，我们在念佛，这个念三皈依的时候，受三皈依，念誓词，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报，这就这两种，足是满足了，就智慧满足了，福报也满足了，这就是佛的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是，你要求智慧，你要求福报，你就去找佛，啊，他会教你，啊，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讲得清楚的人不多啊！我要不是碰到方老师，绝对不会走到宗教，啊，更不可能走到佛教里头来。啊，这是个缘分，啊，缘分也非常的稀有，啊，想学这学。
20岁左右的时候，对哲学有非常浓厚的爱好。方老师是当代的哲学家。我找到他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听说他是桐城人，桐城人是老乡啊。桐城距离我们住的地方隔壁大概30公里，很近啊。知道他是方苞的后代，方苞是桐城派的始祖啊。只知道这些，其他的都不知道。他在台湾大学教书。我们写一封信，那个时候写一篇文章送给他看。目的呢是希望得他的许可，到学校就旁听他的课程。这么个缘分。一个星期他回一封信给我，约我到家里见面。我去见他。见他他就问我，问我的学历。我说我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跟着军队到台湾来了，没有办法再念书了。他有疑惑，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他说我们台大学生写不出来。我说这个，我虽然抗战期间是学4年。4年没念书，但是我喜欢读书，没有离开书本。没有在学校念的，可是我自己喜欢读书。老师告诉我，就是现在的学校，61年前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旁听啊，你会大失所望。这个话我当时听不懂。为什么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听不懂。但是我总是放在心上。10几年之后我才明白。因为我跟李老师学大乘经教。李老师像开私塾一样开了个班，我们有20多个同学。是因材施教。虽然在一起的时候上课他是个别所教的。教一个学生，学生跟他坐在对面，别的等于旁听。是这种教学法。你的程度高就教高一点，你的程度低就教低一点。所以课程不一样。我知道从前教学的方法。老师说了，学生他有3分的能力，你只教3分，多一分他不能吸收，你别教了。学生有10分的能力，你教他9分，对不起他，他还可以赚1分。古时候老师是这种心态，那学生不想学呢，老师就不教了，就不会认真了。那么当时学校老师要去上课是为了生活，拿工资，拿钟点费，
养家糊口。学生上学的目的不在学东西，是要文凭。啊，我们这才了解呀、啊。大概老师就大开方便之门，皆大欢喜。考试把题目都告诉你，都有好分数，学生满足了。啊，上课呢，那就不晓得讲些什么了。啊，聊天讲故事了。真正东西不讲了。啊，讲个大概，一点知识就可以了。反正你不是真学。我才了解事实状况。啊，一直到我在澳洲，在大学里面，啊，也是以教授的名义，偶尔去跟学生上上课，别的老师就告诉我，说法师，你到那个地方，只要讲15分钟。我说为什么？他们那个精神能灌注的不会超过15分钟，15分钟之后啊，就胡思乱想了，心不在焉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哎，讲讲故事嘛，开开玩笑。我才晓得学校是这样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所以我以后在学校呢，我是喜欢给教授们举行座谈。啊，这个很有受用。啊，给你学生不行。啊，学生我也学会了，哎，给学生讲讲故事。啊，讲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事情。啊，他们很喜欢听。啊，那么对哲学真的讲一点皮毛常识，他就很满足了。啊，这个是我们真正担忧的事情啊。这下去怎么样呢？一代不如一代。那怎么办？我到伦敦两次访问。伦敦的汉学院是欧洲汉学中心。啊，在过去知名度很高。我倒能去看。水平下降了，不是我们想象的心目当中的汉学了。啊，学校对我很尊重，剑桥的汉学家麦达伟教授。他到汤池去住了4天。啊，认真去考察。回国的时候从香港经过，我在香港讲经。跟我谈了6个小时。啊，他代表学校。非常认真的。邀请我。到剑桥。去办一个书院，大乘佛学。啊，我很感激他，我说我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学校一些框架，约束我，我到那里去，不能按照中国传统东西来教学。他很惊讶，他那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我没有方法，我们老祖宗有方法。他是个汉学家了，老祖宗有方法，他很惊讶了。老祖宗什么方法？他问我。我说三字经念过没有？会背呀，四书都会背呀。啊，普通话讲得很好，不需要翻译呀。我说中国老祖宗教学的理念纲领
就是《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最高指导原则。你看，他都没发现，考了一辈子汉学。啊，所以他们的汉学是知识，不是智慧，变质了。啊，我说办教育最高的理念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啊，你要想办教育教学，首先要肯定，要承认，人人都是圣人，人心本善。啊，那教育的目的呢？目的是如何帮助他回归本善，这是教育目的。啊，就像大乘佛学，大乘佛学，你看你上这个课的时候，佛首先第一句话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三字经话一样的，这圣人。孔孟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的，啊，他们观点完全一致，啊，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本来是佛的，佛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道德，圆满的慈悲，圆满的福德。样样圆满了，没有欠缺，人人都是啊，你要肯定这一点了。啊，那第二句讲，性相近，习相远。啊，从本性本善，大家一样。啊，从佛性，本来是佛，人也是一样，这叫平等法。没有高下了，可是习性就是习惯，这个东西麻烦了。中国人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好人在一起，你学好人；你跟是坏人在一起，你学坏了。这个习性呢，习就习惯了，因为习性，所以才产生教育这个理念，要教。啊，教就是要教他在任何环境里保持着本心，不要迷在习性里头。啊，教育从这么深的。啊，苟不教，性乃迁。你要不教的话，人他就从习性走过去了，他就不会回头了。啊，这是说非教不可。怎么教法呢？教之道归于专。现在教的人教人课程交叉的。啊，课程交叉的，你是学上课，第一堂语文。语文还没吸收完，第二堂数学就换了，一天换几个，这个脑袋应付不了啊，所以学成浆糊一样，都懂一点知识，他不精，而且学得很辛苦，啊，那中国教学法跟他们不一样，也闷，啊，同样是小学课程，你有四个主课，啊，但是集中教。啊，语文是所有学术的根基，一定要扎好。啊，语文可以用两年到三年。啊，专教语文，数学一年，其他东西都是一年就行了。一年教一样东西，他这一年脑子想一个题，我敢相信，绝对比现在学校小学生聪明，身体又好，又聪明，身体又好。这就是中国的方法，你看这外国人没有办法跟中国比啊。我把这个讲他听他明白了，我说你回去跟学校商量，
如果请我去教，我怎么个教法你别管啊，你不要管我的，我用我的办法教。教成之后毕业的时候你来考试啊，考试及格你来发文凭啊，我怎么样招生你也别管啊。他说你招什么样学生呢？我说我这是研究班啊，我这个研究班学生不一定招大学毕业的，初中没有毕业也可以。我说我只要两个条件，在哪两个？第一个德行，他有道德；第二个，他肯学文言文。我就这两个标准啊，道德的标准就是《弟子规》《感应篇》。这两样东西学好做到了，这是一个好人，真有道德。那课程决定是一样，或者撇除《论语》《四书》都会背呀。啊，这一部《论语》不是我教的方法，我们是教学。不是讲学啊，不是我讲给学生听，我教学生怎么个学法，让学生讲给我听啊。我过去也在研究班教佛经，我是这个教学法啊。那时候我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选注解给学生做参考啊，让学生做充分准备。上课的时候他讲给我听啊，学生在讲台，我坐在最后一排，最后要我听得见，你的音量才及格，我听不清楚那是不算及格，我坐最后一排啊。他讲给我听50分钟的课程，他讲40分钟，最后10分钟我做讲品。我是这个教学法，教的人很轻松没事，学的人很辛苦，但是学生好，这真的受用啊。上我这堂课的时候，他至少要用八个小时，足足八个小时去准备功课啊，学生真能学得出来啊，全心关注啊，他不关注他讲不出来啊，他下不了台啊。啊，那么这些方法老方法在《礼记》《学记》里头啊，这不是我们创造发明，老祖宗的办法了，老祖宗办法真好啊。啊，那我们跟李老师学经教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啊，听老师上课，这一堂课我们准备至少要20个小时准备听课啊，没有这样充分的准备，你怎么能完全理解啊？老师指定参考资料啊，至少是三种，有的时候是五种啊，先不断地看啊，然后再听啊，听的时候琢磨老师为什么这么讲法，如果是我讲的话我是怎么个讲法，这里头就有进步啊啊，能开智慧啊。所以学最忌讳就是杂，同时学两样决定学不成功，你的力量不能集中，叫一心专注，秘诀在此地，能得三昧，能开智慧啊。这种教学方法在中过去只有中国跟印度
啊，别的地方不知道啊。啊，科学可以同时学多门。啊，这是圣贤教育不行。啊，智慧的学教学不行。不能用科学方法。你说科学，科学上怀疑。从怀疑里面发现问题。啊，这个圣贤学术不能怀疑。决定相信。有一分怀疑。那里头就一分的染污，你得不到。啊，这是神学的难处。啊，真的想学，到哪里去找一个对神仙教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的人，才能教啊？我那时候跟方东美先生，我就想到这一点，我没有怀疑。啊，所以老师给我约定，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上两个钟点课，我一分钱学费没交啊！啊，热心教导。啊，凭什么？全真想学，一心专注。啊，没有受过污染。啊，所以他很爱惜。啊，不让我到学校，这是保护，因为让到学校一定认识很多同学，认识很多老师，会听到很多别的东西，拉杂东西不纯了。啊，所以这种教学法还是古时候的师承。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沾到这一点边，真难得。啊，那我们今天再传别人，机缘就不容易了。到哪里去找？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那进步很快啊。啊，我们才有智慧，才有能力辨别是非，才有能够应有能力应付啊这种千变万化的局面。啊，佛法提倡的这条道路啊，就是修学的方法。戒定慧，应戒得定，应定开智慧。规矩就是戒，一定要遵守规矩。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定久了，自然开智慧。啊，所以我们在国外，在联合国，跟这些会友们做报告，我都是说，中国古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成绩，在典籍里头都有记载。啊，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这个他们承认的。啊，那么中国教育的核心就是亲爱，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是亲爱的教育。
啊，孔子讲仁，仁爱。啊，仁是二人。想到自己，一定要想到别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孟子讲义，义就是仁的落实。啊，这种亲爱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啊，这就不会有错误啊。那么今天整个世界出了问题了。总而言之，全是教育出了问题。啊，我跟许多国家领导人谈这个问题啊，不是别的出了问题，教育出了问题。啊，教育的理念错了，方法错了。啊，导致于先前的灾难。啊，只要把教育办好，什么问题都解决。啊，东方把圣贤教育找回来，西方把宗教教育找回来。啊，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唐太宗的这个群书治要是最好的教科书。啊，这是他一生的心血。啊，从一万多种典籍啊里面去寻找，逐步逐步淘汰，到最后精选经史子65种。从这65种里头再选择里面有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文字，这些教训，把它抄在一起，成为这本书全书之要。大唐盛世就靠这个做指导原则。这一套书就是中国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教训的捷径啊。这个东西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现在党校正式开课了，好事情啊。啊，一些外国领导人，我把这个名字讲给他听，欢喜找我赶紧翻成英文，他们要看。啊，这么大的书要翻成可不是一种容易事情，急着要看那怎么办呢？我就想出一个360360句。啊，一天你学一句，一年360天。啊，我一年编一本，编一个小册子，360。啊，编10年就圆满了。啊，每一年一本，翻成英文呢，供养外国的这些国家领导人。哎，没有不欢喜的。这是唐太宗对我们国家民族伟大的贡献。这什么？这道德啊，尽心求道德了。我把这个东西找出来，我觉得我们国家民族有前途，这世界还有救啊。这一部书过去我知道
有这本书，没有见，没见过。啊，我所以知道是早年读过一部小册子，诸子之要，世界书局出版的。啊，里面说明了从群书之要里头的一部分。所以我知道有这部书，找不到。啊，这部书唐朝亡国的时候就失传了。那个时候大唐盛世，日本的留学生、韩国的留学生、越南的留学生、外国留学生非常多啊，还有少数欧洲的啊，连穆罕默德都派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啊，回教穆罕默德那个时候在世啊，所以回教对中国文化很喜欢，他们圣人教他的啊，日本人带回去了，中国没有了。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都是手写的文，但分量不多啊，所以《唐书艺文志》里头没有记载，宋元明清历史上都没有，都没有这部书。啊，到乾隆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他做太上皇。嘉庆登基，日本对中国皇帝进贡，就是送的礼物。里头有这套书，这才知道。但是乾隆康熙的盛世绝不亚于唐朝啊，所以他们就不重视这个啊。这个嘉庆想了迂腐啊，清朝这个总共大概有150年盛世啊，太平盛世不容易，这是他们的这些帝王重视传统文化啊。清朝满清入关，少数民族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入关的时候军队只有20万人，为什么能统治这个国家，统治这么多年还造成空前的盛况啊，超过贞观。什么原因？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正学，邀请儒释道三家的今天所说的专家学者啊，到宫廷里面讲学啊，讲学的这些讲义都收集在四库里头，所以在四库里头看到当年在宫廷里讲义啊，你看看他讲些什么，怎么个讲法啊。皇帝听完之后跟一些大臣互相研究讨论，真干真学，这个风气一直到咸丰，慈禧太后废除掉了啊，不再要求啊，去慈禧亡国了。慈禧迷信，喜欢服软服鸡，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清朝亡国，亡国在服软上啊，重大的事情他不跟大臣们商量，他就跟鬼神商量，鬼神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亡国了。啊，所以精勤求道的这一句话重要啊。
今天有这么好的书被发现了。我那个时候是偶尔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这部书啊，有听众他们去找来了寄给我啊，我也看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的版子，我问商务印书馆，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印了一万册，送到全世界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去收藏，不会失传。啊，这个东西完完整整保存下来了。那现在要做的工作，注音、注解、翻成白话文。那同时，我鼓励大家学文言文，学文言文不难。我在美国，有一些美国人学中国汉语。啊，能看得懂中国古文，用中国古人的著书做资料，啊，我很感动。我问他：“你们学了多少年？”“三年。”“啊，美国有个留学生在台湾。”他的博士论文是用华严经，不简单的。他有能力读华严经，有能力看清凉大师的著述，啊，是美国纽约大学跟这个台湾大学交换学生，正好我在台湾讲华严经，学校就送到我这儿来。啊，在我图书馆住了四个月，啊，听我讲解，我问他，你学文言文多久？也是三年，不难呐。我在伦敦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啊，问这些学校的学生。你们学中国文言文都是三年，我就有了信心了。中国人要学顶多两年，他们一点中国传统的底蕴都没有啊，三年能学会啊，可见的不是难事情啊。再想想我们童年的时候，在乡下读四书，全读的是文言文。可惜时间太短了，我念了大概一年半，没有继续再去念。那所以我晓得这门事情不难，只要好好教，小孩很聪明，记忆力非常强，啊，要认真好好教他。啊，古时候中国的小学是以伦理道德为主，啊，从小要把这个习惯养成。叫扎根教育啊。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啊，从出生到三岁的一千天扎根教育。学什么？学弟子规。弟子规不是讲着听的，不是叫他念的，是父母做样子给他看啊。父母你看
怎样孝顺父母，怎样友爱兄弟，嗨，这个婴儿看清楚了。他会看，他会听，通通记在心上了，三年坚固，80岁都不会改变。这叫扎根呐！现在是3岁开始教，已经学坏了了，麻烦就大了。要从一出生就开始，更早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开始胎教。纵然胎教做不到的时候，一生下来是不能让小孩看见，不能让他听到的，不能让他接触到的，通通要隔绝。让他看到、听到、接触的，全是正念的，全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叫他看这个。父母在他面前都不能随便说话。要知道他在学习，他在模仿。所以扎根教育是父母啊。以后教给老师，老师也是学生的榜样。老师一举一动都要呵护礼法。为什么呢？让小孩继续长成，不会变坏。老师教学不容易啊，要做榜样给学生看的。所以这么好的教育的方法，没人知道了。古时候都写在家谱上。所以大家庭它有家道，有家学，有家规，有家业，有家风。能治家就有能力治国，所以齐家治国。领导人要找好的帮手，到哪里去找？到每一家去访问你们的好子弟，都教好了，就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古时候360行，从政也是一行，最喜欢的从政。为什么？从政有地位，地位很清高，有收入，国家的俸禄，这个养家不成问题，清闲没事情干，这是最难得。为什么没有案子办？人人是好人，事事好事，没有犯作奸犯科的。皇上叫太平天子，县官要太平县官了，这是大家最喜欢的。你看看，四库的吉部，一半以上都是做官人的写的文章诗词，那他没事情干嘛？每天游山玩水。不像现在啊，现在办不完的案子，现在做官真累呀。做官能有那么样的悠闲，都是每一家，教育是家负责的嘛，家都把子弟教好了，国家职这个每一年办几次考试，选拔人才。选拔出来的时候，国家有学校，那个学校像现在的党校一样，
啊，接受啊国家的这个培训啊，训练成为公务人员。啊，这个理念好啊，因为这个家负责教育啊，才能真正把子弟教好。又说家长是他的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都希望我家的后代人才出人才。他有这么一份心在里头，学校他没有这个心呢，啊，校长、老师他没有这种念头啊，啊，所以古时候家长对老师的尊敬，啊，三跪九叩首啊，这样尊敬呢。那老师不把学生教好，怎么对得起人家？啊，所以请老师全家人会议。啊，请哪个老师真正有道德、有学问，会教小孩？啊，以前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师生如父子啊。老师全心全力教学生，不管自己儿女。如果老师把自己儿女教好了，考试的时候自己儿女考中了，学生没考中，这老师就没有脸做人了，有什么脸能见人？啊，学生都考中了，儿女不中没有关系，这老师负责任，没有不赞叹的。你的儿女有同学照顾啊？为什么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亲兄弟没两样，一生要照顾啊？所以老师肯教，学生教出来，他的后代有保障，他不要操心啊！啊，现在学校没这关系了。啊，方东梅先生夫妻都过世了，三个小孩在美国啊，现在他都退休了啊，老大到香港来看我劝他了，我劝他回国，你回国跟我住在一起啊，我送一套房子给你啊，你父亲两个我照顾你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啊，另外还有两个弟弟在纽约，我没见过面啊，他们要愿意回来好，落叶归根。啊，晚年我们还有一点能力贡献给国家民族啊，他们一生在外国教书，语文好，把中国这个好东西翻成外国语，你不要干别的事情，就专门干这样啊，我们这个道场需要这些人才啊，或者佛学院里头，我们要教外国语文啊，都可以来担任啊。所以说，伦理就是讲关系啊，道德我们搞清楚了啊，道德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我们能够遵照，那就是德啊，落实在生活上就是德。那么说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讲的多了，极乐世界怎么来的？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的，
阿弥陀佛有悲愿，看到世间人太苦，如何帮助世间人离苦得乐？向他的老师请教，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啊，老师叫他，你去参访考察一切诸佛刹土，你多看多听人家的好的地方，摄取不好的地方就改正，将来你建筑这个地方这个国土就比别人强了，比别人殊胜了。他真干，用了很长的时间啊，所有诸佛刹土他都去过，最后戒成48愿，48愿是他考察的总结总报告啊，也就是说这48种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殊胜之处啊，他讲他的这个世界统统都有啊，没有缺陷，他做到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建立一个城市，城市怎样才建立世界一流的，每一个城市去考察，你去看好的东西记下来，不好的东西也记下来，我们将来要做好的东西要改，要记取，不好的东西改善或者是不要，这是真学问啊，不是凭空想象啊。那么考察肯定还有帮手，有团队，不是一个人啊，天天在一看，天天在学习，是这么成就的啊。这都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就要多看要多听，中国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还在行万里路啊，不看不知道啊。华严经善财童子幕后的53参，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实验呢。我学的东西一定落实，完全落实在生活。53参是讲我们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统统都要看，统统都要学习。样样都通，样样都明了，你的事才能做得圆满。书念了，光在家里念没用处。一定要去看。要考察，要实验。这是真学问。方老师对佛法的，他说佛法是真学问。为什么？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他是从考验当中出来的。他不是自己想象的。确实有理论，有事实做根据。这个合乎逻辑，合乎辩证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